好，大家好，我是白鬼胚，今天呢又要来开这个娃娃机的商品，一个是我们这个松浦果男，一个是我们这个初音，好，然后这次呢要送给大家的又是松浦果男，不是我要针对他，是刚好都是要送他，好不好？那今天我就不拆这盒了，这盒的外盒。抽奖的方式呢，一样会在文章上面或者是影片的下面的资讯栏里面。好，今天呢就主要的是来开这个初音。没有，它的透明壳，它底板在后面。对。好，先看它的底板，哇，神透明，一些印刷这样边边，来细部的看一下，眼睛印的真的很不错，皮肤的那个上色也上的比较自然一点，对吧？整体不错不错。然后它脚呢是用一个下面有个透明的零件组，让它这个动作会比较自然一点，但是这种单脚站立的真的很容易有一天腿软它就去了。然后它的行李箱呢也还不错。咻，哎呀，好了，今天影片呢到这边结束啦，然后记得要去粉丝专页，我靠，如果喜欢的影片请帮我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，然后记得去粉丝专页分享跟按赞，才有机会获得这个松浦果男的精品，就这样了，拜。